扁豆哪里买？红扁豆营养成分相当丰富，包括图意大利有机红扁豆，带皮食用斜线洋扁豆、芽菜种子、斜线生菜种子。有机农粮入自 DHGGR-107-332700 号。扁豆哪里买呢？扁豆是欧洲地区很常见的一种食物，可应用扁豆来料理的方式多样，因扁豆本身无厚实的风味，其略带似豌豆般朴实的香气，非常的清香特殊，且口感极佳。扁豆又以其种仁的颜色区分为红扁豆与白扁豆等数种，其中红扁豆营养成分相当丰富，包括蛋白质、脂肪、糖类、钙、磷、铁及食物纤维、多种维他命等，而新鲜的红扁豆种子也能有机水耕培育种植成有机扁豆芽苗菜，其纤维比豌豆又嫩，芽苗形态也小很多，味道非常清香，可口好吃。自己有机种植培育的红扁豆芽菜苗，可以连同种子及根须生吃。本公司所上架贩售的红扁豆种子，评价合理，且提供发芽率保证。无论是直接煮食或是土耕种植，还是水耕培芽，均是您选购红扁豆的最佳选择。延伸查阅扁豆种植芽菜，自己在家简单种，有机无毒，自己来把关。网路搜寻太平洋有机农业。